帮我把这墙梁柱的钢筋呢降低一个标号，把这批钢筋用到工程里。这种绝妙的方法不是我这个商人能够想到。你现在是彻底把我拉下水了。把这批钢筋追回来，一根也不许用在工地上。我已经用了。用了多少？全部都用了。等着被停工吧。1月12日晚间8点，中国式关系精彩大结局。